人更比再生苦梦万世难忘。我生命壮梦想还债项，三年埋身愁已光。凄凉授受不亲，你故意阻拦，究竟意欲何为啊？你行路唔戴眼，撞埋我度仲好讲。啊！我撞亲你？当然啦。你有如意吗？恋不迟疑，不管他人言面之。中太心意
或者我真系心神恍惚，撞亲人都唔知噶啦。太姐，我一时不慎，请你又怪莫怪。咪行住。你攞咗我把雨伞做乜嘢啊？梗系有缘故啦。睇你神色匆忙，到底你姓甚名谁？赶住去边度啊？北财东名。上讲期急切感情放肆呀。告你悔婚威扬最难。
咁又笑话啦。你有乜嘢证据话我悔婚毁约啊？又有此如山为凭，我怕你推翻。我早就找到了，那嗰边有淮阴树，可替我两人红丝。你呃我咩？一树哑木头，怎会开声处成好事？你不相信咩？我已上前将佢问，哦，佢不应又何缘？咁啊，倘若淮阴树无言，可请我哋无缘成连理。但系如果佢应你，又点啊？你当天行殿难，我决不再更言。好啊，你不妨试叫一声，且看他有何言。好啊，立即走上前叫声淮阴树，若能为我作兵媒，就请开声来指示。为人人之志，好事成成。能与我披旗啊！
心风细细，绿水串串，喜见翠色遍大地，风景观不厌。就算神仙都不羡慕。我欣喜若狂，心欢变啊！嗱，你快啲坐低休息下先，等我走过去嗰边，同人攞杯茶翻嚟俾你饮啊！女神到来，有何事干啊？玉皇有旨，三公主恨五时三刻返回天庭，否则故妻难逃大限。食咗呢啲枣泥当茶解渴啦！啊，枣泥，枣泥，枣泥，都唔系好笑头噶咯！切，咁解法咩？枣泥枣泥，即系早生贵子，永不分离啊嘛！嗱，你食咗佢先啦。好，呢个泥我同你分开佢。一人食一半啦、哦，好啊！如问知。
而家系乜嘢时候啊？哦，而家系午时一刻噶啦。午时一刻噶。系咯，我哋起程啱噶啦。
Oh.